那我上去了。我送你上去吧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放心吧，一个人能行。一个人能行，那我也担心。再说了，什么呀？舍得你吗？想跟你多待一会儿，你不想？可是我们才刚在一起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没，突然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。心脏不舒服？没事儿。那我们要不要去一下医院啊？现在快去吧。就是这次去完村里挨了那几下之后，我就觉得浑身不舒服。哦，没事，没关系。这样，我缓缓，然后你先回去吧。啊，这样一会儿我缓好了之后，我再回就行。没关系的，我可以。那我走了，去吧。啊，没关系的，我一个人可以。去吧，去吧。你要不要上楼休息啊？这样也好。走吧。小心啊。那个，刚才走那两步路，我觉得又有点不舒服。坐一下吧，到沙发上。这里还不错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没有，刚才一上楼感觉吵得更厉害了。那我给你倒点水去吧。不用，水对我来说没用，你多陪陪我就好。我觉得有点血压高，可能低压有点不好，没事儿。前两天的时候啊，我去医院看了看，大夫跟我说就是平时休息太少了，睡眠又晚，质量也不好。没事呢，就会觉得有点高血压，多看看你就好了。时候也不早了，要不我就不折腾回去了吧。我就在这儿睡了啊，对，在这儿睡。这沙发挺好的啊，没事，你忙你的吧啊。我从这儿一个人靠一会儿就好啊，去吧，不用担心我啊，也不冷，我也不用换什么睡衣，挺好的。快去吧啊。吓到恩恩的，要不然，要不再等等。我觉得你还没准备好，对，不是我有点着急了，不能再着急，对，不能再着急，不着急。
再等等，我先回。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。晚安。你都到人家里，你就这么走了？